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国牧工业董事长郑明权。就是我们公司在台湾的贩卖叫做美丽池，因为就是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美物利人天下池，好的东西让大家都有办法晒，有办法世界来奔驰。我们公司为电动轮椅到手动轮椅各种居家辅具，包括病床啊、拐啊，各种行动辅具，甚至迄、那个楼梯升降椅，拢是阮生产的项目。啊，阮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家残障的人啊、甲长辈有搁较好的生活品质，这是阮努力的目标，啊，是阮的愿景。想要来了解更侪阮所做的代志，欢迎大家来收听。高登音乐台 FM 97.7 舞蹈马蒂斯节目，多谢大家。